近日，大 S 在给第三胎检查的时候，确定胎儿发育不全，大 S 决定接受医生建议，忍痛终止怀孕。大 S 前段时间因怀孕受到众人的祝福和关心，此事发生后，更有不少粉丝为大 S 感到惋惜。对于姐姐大 S 终止怀孕，小 S 表示，姐姐虽然跟这个小生命没有缘分，但依然表现得十分不舍。作为大 S 最亲近的人，小 S 劝大 S 要想开一点，而且大 S 还有两个小朋友需要照顾，所以希望她能好好养好身体，健康才最重要。小 S 说，姐夫汪小菲跟大 S 一同面对终止怀孕，在大 S 遇到这件事情之后，汪小菲的安慰也很及时，而作为姐姐的开心果，小 S 也是第一时间表达了安慰，相信有了他们，大 S 会迅速振作起来。Boys.